流鼻血。冲冲冲，运动吧，弹珠。去，快哭快哭快哭！耶，赢了！第二轮赢了。要把上面耳朵撕下来。嗯，撕下来。然后要把这个扣上去，等一下。扣上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，有一个洞，扣上去，把这一根放进去这里面，哦，让它固定。哦，我懂意思了，我可以放哦，这样就可以固定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，像好，好，这样就固定了。只需要一个吗？没有吧。你是不是需要双面胶？因为我看在上面有写，哪里有附双面胶？那你好。双面胶粘贴处啦，它是要你粘双面胶。还没有粘好，没有啦。哎，是吗？它不粘啊。它不是双面胶。他是跟你说那边要贴双面胶。双面胶，因为它上面没有洞，所以就要用双面胶粘住，粘紧。这几个可以画好，就很好看。水水的是好涂的，很滑，对不对？嗯，不会像那种干干的，而且它不会结块。如果有些那种干干的，就会有屑屑，对不对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它颜色跟一般的不一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这边都是很酷的东西，它因为它环境没有我们可以吃的食物那种颜色，它都是鲜艳的颜色，就是很亮的颜色，所以它身体就会你是说山洞里面有很多那种鲜艳的，像毒蘑菇啊，或者是宝石那种很鲜艳的颜色，所以它吃了鲜艳的食物之后，它的身体也会发亮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，如果你常吃色素糖的话，你会不会也变色？那你还要再吃色素糖吗？你我不会吃。那你觉得色素糖是健康的吗？不是。越多颜色的越好吃吗？不是啊。蓝色加黄色会变什么颜色？你觉得呢？蓝色加黄色分成绿色。对。那你试试看，你涂了蓝色之后，然后你再用黄色盖过去，看它 会变绿色的，试试看。对不对？嗯。蓝色加黄色变绿色的。啊。哇，那它应该就是 OK。变绿色变 OK， 那我这一边也涂，两边都 OK。 有没有染？没有哎，很干净对不对？嗯，它有点亮粉，而且涂也水水的，很好用。你看，水水的，也不会有奇奇怪怪的声音。奇奇怪怪是什么？地瓜输的人，三局玩多少？五局，我们玩五局。十局，然后输的人就要背这个牌，画对方，画十玩十局啦，五局就好了。十局，鱼，预备备，走。
不要敲太多。赢了，谁赢？我赢了。那你可以，我来挑选一只你的。我挑红色。嗯，好危险。不能，还不能看了哦。这里有，这里有。好，第二局。我帮你看看。这里有。好好，没关系。第二局。会痒痒的。刚开始啊，你刚好才刚开始。他喷鼻血，哎，他抹掉。好，再第二局。好，每一局都换位置。不要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加错一个位置，我要这个位置。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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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洞吧！冲冲冲，进洞吧，大牛！进进进进进，快快快！哥哥帮他摔一点，好，摔一点的。因为他一直犯规呀。哦，好可爱，他帮你画可爱的。好，第三关。哎，那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什么意思？哎，放在这里，不要画到眼睛哦。好好好，不要画到鼻子上面，不要画。写什么字？这是好。不能看，不能看。好，第五关，最后一关哦，请把握。鼻子啊。好了，太多笔。哎呦，那什么？拜拜。